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节，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啊。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呢，涉及到这个经济的话呢，就是面比较多了。一个呢，汇率变动对一个国际收支的影响啊，国际收支的影响呢，涉及到对贸易收支、非贸易收支、资本流动的影响，还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对吧？首先我们看一下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一国货币对外贬值后，那么有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不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吧？因而会减少贸易逆差，增加贸易顺差。而一国货币对外升值以后呢，则有利于外国货币的进口，而不利外国本国商品的出口，对吧？因而会减少贸易顺差，扩大贸易逆差。汇率贬值嘛，汇率变动嘛，变动的话就两个方面，一方面升值，一方面贬值。无论是贬值和升值，都会影响到进口和出口。这个还是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那个例子，大家从人民币一比几呢？从1:7到1:8到1:6，这个例子你好好理解了，那这些东西掌握起来就快了哈。然后汇率变动对非贸易收支的影响，非贸易收支的话呢，主要是指的是服务这一块哈。劳务作为无形商品，主要包括了运输、保险、旅游、服务等啊，它的贸易同有形贸易的进出口基本是相同的。本币贬值，外币的购买力就上升，劳务价格呢就下降，需求量就会上升。这样的话呢，一个国家的本币贬值会导致这个国家的非贸易收支增加，对吧？你比如说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啊，当然1997年的话可能很多同学还没有出生，新马泰的旅游行业的发展，就是说当时97年这个亚洲金融危机，你像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那么他们还有印尼，他们的货币都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冲击，然后他们的货币贬值比较厉害，对吧？但是呢因祸得福啊，他们的旅游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啊，因为他们本币贬值以后呢，其他国家的货币就相对来说就值钱了啊，其他国家去他这个国家旅游呢，就花钱少了嘛，对吧？包括中国啊，包括美国呀，包括英国呀，那么都愿意去新马泰去旅游了，导致旅游业的发展啊。那么另外呢，第三个呢，汇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啊，本币贬值会带来的影响是第一个，这个实力资本的话呢就会流出。怎么叫实力资本呀？主要吃利息的啊，出固定利息的。贬值以后，你的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对吧？我这样的话，我就在你的本国就不划算了，我就会流出。而对于这种投资性资本的话呢，它也会导致流出啊。投机性资本的话，也是导致流出。说本币贬值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基本是导致资本会流出的，大家都要跑，对吧？因为大家都是愿意拥抱这种价值高的，而不愿意拥抱这种价值低的。本币升值呢，正好导致资本的流入啊，资本流入呢，会导致本币的投入，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资本流入，它虽然是以外汇的形式进来的，但是你在这个国家的话，它还要兑换成本币，是吧？资本流入会导致本币的投入增加，这个大家好好理解一下，能不能懂，对吧？把这个搞懂的话呢，对于我们后面的学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本币流入的话，资本流入的话呢，实际上是会导致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增多，而导致中央银行的资产增多，同样会导致中央银行会输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本币投入增多，会引起通货膨胀，对吧？第四个方面呢，是汇率变动对于外汇储备的影响啊。外汇储备的影响呢，如果本币汇率发生变动啊，你像本币贬值，经常项目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会导致本国的商品在国外有竞争力，经常项目呢就会流入，那么外汇储备会上升，储备货币的升值也会导致储备货币的实际价值上升，这是对储备货币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汇率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呢，主要同物价、产量、就业、产业结构以及利率水平这方面的影响，对吧？所以对经济的话呢，一般都是同物价、产出、就业这三个方面是必谈的一谈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无非为是物价问题、就业问题、产出问题，就是说收入问题如果是再延伸的话呢，就是产业结构问题，还有这个利率水平问题，对吧？那么对国内物价的影响，首先本币汇率如果是下降，本币贬值，进口商品的价格会上升，生产成本会上升其他商品价格会上涨，就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对价格的影响。本币贬值的话呢，会带来这个，就是说，由于你进口这块的话呢，会导致你花更多的钱导致这个物价上涨。本币汇率下降呢，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需求增加
如果国内的产品供给不足的话，注意产品供给不足的话，就我就能生产那么多东西，现在大家都是出口了，那么导致留在国内的商品变少，就是我们说那个鸡蛋的例子啊，这样的话大家更愿意去跨出去卖了，把鸡蛋都卖掉，留在国内的鸡蛋就变少了，当然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也会上升的啊。说总体来讲的话呢，本币贬值对出口导致出口变多啊，会导致这个什么，导致对国内的价格的上升啊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会对通货膨胀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对于非贸易商品的价格的影响呢，基本也是这样。我们说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它的影响的路径呢，基本是一样的。再看一下汇率变动对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也是总产出的影响，对吧？那么一国货币贬值的它起的作用是奖出限进的作用，就奖励出口，限制进口，能够扩大该国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从而为这些商品生产厂家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由于生产的关联性，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品的市场的扩大又会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整个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啊，所以说一国货币贬值的奖出现金的作用还有利于增加该国的外汇积累，加大资本投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本币贬值实际上是从总产出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有鼓励措施的啊，能够产生更多的产量。因为本币贬值的话呢，使得这个还是说使得您的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更强了，当然导致大家更愿意去生产，所以说产量会增加。另外汇率变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我们基本都是从贬值来说的啊，升值就刚刚相反过来嘛。本币汇率下降，出口增加，进口减少，有利于一二产业的发展，国内就业增加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那么一国货币对外贬值后，本国出口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出口规模就扩大，出口部门及国际贸易部门利润就会增加，对吧？由此导致生产资源由非国际贸易部门向国际贸易部门转移啊。这样的话，本币贬值，做国际贸易的出口的这些部门啊，出口的这些工业啊，出口的这些产业啊，它就发展好了，这样的话呢，整个的人财物都会向这些出口型部门进行转移，这样一国产业结构就会倾向于国际贸易部门，国际贸易品部门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对经济的贡献就增加，本国对外开放度就增大，是吧？同时如果一国货币持续对外贬值，就会鼓励国内高成本低效率的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落后产业扭曲资源配置的可能，对不对？你本币的人为的贬值实际上是也是相当变相的一种补贴，对吧？你本来应该是所谓的本币贬值，你本来是一个1:6人民币，你现在非得本把它弄成1:7，这样就相当于说多出口1美元就多赚了1块钱，你本来应该1:6嘛，我非得给你1美元兑换1:7啊。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出口，当然是对这个出口行业是有好处的，鼓励出口，但这个出口行业如果是一个落后产业，它也会得到发展的，这样的话相当保护了落后，扭曲了资源配置，按说它应该是被淘汰的，但是由于你本币贬值给它进行个奖励，对吧？奖励它发展，这样的话它就是什么了，这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对吧？也就是说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国家举个例子，以煤炭为例，对吧？以煤炭行业，可能说我们煤炭行业可能基本是属于一个慢慢的是一个属于一个传统能源要被新能源所取代的一个行业，我们煤炭的出口啊应该压缩啊，甚至是停止煤炭的出口，对吧？如果是能源的话呢，主要是依靠这个新能源，但是呢如果是你本币贬值以后呢，相当说原来是它都干不下去了啊，因为那个煤炭价格太低了，但是一旦是本币贬值以后呢，导致相当是变相给他更多的一单位外汇，那多给了他1块钱，这样的话呢他更愿意出口了，原来是1:6的时候亏损，1:7的时候呢他就愿意生产了啊，是这样的啊，鼓励就是相当说保护了落后，对吧？这个你一定是鼓励出口，关键是那个出口部门是不是一个落后的一个产业，还是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一个产业，就还是一个新兴产业。那落后，无论是落后产业的话，你也是鼓励的它；新兴产业的话，你也是鼓励它，对不对啊？就这个意思。第五个呢，看一下汇率贬值对国内利率水平的影响。本币贬值，对国内利率水平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个呢，从货币的供应量的角度来看，本币贬值会鼓励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本币投放会增加，减少进口，外汇支出减少，货币回笼也会减少。因此呢，本币汇率贬值会扩大
货币供应量，促使利率水平向下降，这句话是结论。本币贬值以后，因为出口更多了，进口少了，收入多了，支出少了，指的是外汇。而外汇的话会形成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会形成一个基础货币投放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吧？增加货币供应量，促使利率水平下降。而另一方面呢，从国内居民对现金的需求来看的话，由于在贬值的情况下，物价普遍会上涨，因而人民手中所持有的现金的实际价值下跌了，因此就需要增加现金持有额，才能维持原年的实际货币需求，这样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就会下降。同时呢，有那么一些人会把原来拥有的金融资产换成现金，导致金融资产的价格下降，这样国内利率水平就会因此处于上升。说是从这个货币供应量角度来讲的话，是让利率水平是下降的。这供应，从供应层面来讲的话，本币贬值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变多，然后汇率利率水平有下降的趋势。但是从货币需求来讲的话，利率水平是有什么上升的趋势的？为什么呢？从货币需求来讲的话，你本币贬值以后，实际上是要买相同的这个物品，你需要更多的资金了。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干嘛呀？你需要的货币量就更多了啊，需要货币量更多，导致什么利率水平上升？说一个是从供给角度，一个从需求角度，供给方面是变多的，需求方面也是变多的。说它到最后的话，这个利率水平到底是下降还是上升啊？那就看一下最终它俩共同决定的一个结果了，是不是啊？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汇率变动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啊，这里面的话呢，主要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已经讲过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以及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还有促进国际金融创新，这个作为一个简单了解，在这里面我们不再展开讲了，这个不是一个重点内容啊。虽然不是重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精讲视频的话呢，我们力求的是一个体系的完整啊，和一个脉络的完整，因此我们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简单提一下啊。说在这里面的话，这一节的话呢，是就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啊。说这个题的话，可以出一个大题，可以出一个大的论述题，对吧？当然呢，这个的话作为一线高校、二线高校的话呢，一般也不会说是直接就出这样的论述题啊，直接出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关键是可能是出一些材料题，就说汇率变动以后一个国家的汇率贬值了或者升值了，人民币贬值升值了，对国内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啊？你从哪些方面考虑啊？从物价方面，从就业方面，从产出方面，从利率方面，从经济结构方面，啊，这几个方面去考虑，能答出来就 OK 了，不用去完全的去死记硬背啊。